大家早安，这里熊现场，我们带你来持续聚焦的是中东的局势。现在以色列军方在加萨发现了六具人质的遗体之后，很多的以色列民众相当的不满，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主要是要要求政府应该要采取更多的行动。画面可以看到，这是在以色列的第二大城特拉维夫，就有很多的民众，他们是挥舞着以色列的国旗，还有人质的照片以及布条、标语等等，并且还同时间放火燃烧杂物，导致烈焰燃烧。不过多起的示威后续就演变成警民的冲突，警方是以高压水枪驱散封锁道路的示威者。现在以色列的媒体就估计，包括在耶路撒冷、还有特拉维夫、还有其他的城市，有多达500,000人以上的示威活动，而以色列的很多的工会也发起了全国性的大罢工，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企图迫使政府要达成停火的协议，要求总理纳坦雅胡采取更多的措施，让剩下的101名人质可以安全的回到家中。以色列军方因为在1号的时候在加萨走廊这边发现了6具的遗体，掀起很多以色列民众的不满，所以就进而上街抗议，要求政府应该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和哈马斯来和谈，促使更多的人质能够安全释放。好，同时间美国总统拜登也被记者问到此事的看法，他也认为纳坦雅胡在达到协议方面做的动作还不够多。Are you planning to present a final hostage deal to the both sides this week? We're very close to that. What makes you think that this deal will be successful in a way that the other deals were not? Hope springs eternal. Mr. President, if you think it's time for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To do more on this issue, do you think he's doing enough? No.眼看现在以哈战争停火是遥遥无期，英国现在要宣布要立刻停止向以色列出口部分的武器。这是英国的外交部长拉米，他就表示说，在大约350项的武器出口的许可证当中，英国现在要暂停向以色列出口30项，包括了战机、直升机以及无人机的零组件。但是他同时间也强调，这不会对以色列造成实质上的影响，英国会持续支持以色列行使自卫权。以色列方面则是回应，对于这项决策感到相当的失望。好，整个这个抗议活动持续的扩大，就是因为以军日前证实说，在加萨的拉法地道这边寻获了6具人质的遗体，而后续根据鉴识检验，这些人质的死亡是因为遭到哈马斯的武装分子近距离行刑式的射杀。消息一出，当然非常多的以色列的民众都相当的生气，因为认为还有很多人质都没有被安全的救了出来，会不会这些人质可能最后的下场也是会跟其他的这些罹难的人一样呢？好，所以这些民众就进行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痛批纳坦雅胡阻碍停火的协议，形同是判处这些人质死刑。而其实现在在以国的内阁也因为要不要撤出加萨的费城走廊出现了分歧及内讧。以色列全国爆发大规模抗议，举着6名遭到击杀的人质照片，有些人挥舞以色列国旗，在桥上挂起黄丝带，还有人焚烧轮胎等杂物，烟雾弥漫。他们要求总理纳坦雅胡尽快跟哈马斯达成协议。以色列最大工会也呼吁劳动阶层大罢工，瘫痪全国的经济和交通。目前以色列全国各地多处学校与地方政府办公室关闭，特拉维夫的国际机场也响应罢工，反映以色列民众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最激烈的反政府情绪。尽管压力排山倒海而来，纳坦雅胡态度仍然强硬。他在声明中表示，那些谋杀人质的人不希望达成协议。其实不止人民不满纳坦雅胡，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也不认同他的做法。All of the ministers in the security cabinet voted that Israel cannot relinquish control over the Philadelphia corridor, except for one, the defense minister Yoav Gallant. And then, just a day later, on Saturday, Israel discovers the bodies.Of these 6 hostages. 加兰特批评纳坦雅胡优先考虑驻军控制加萨南部的费城走廊，而不是达成协议解救人质。这种做法是一种道德耻辱。而以军营救事务负责人也警告，剩余的近100位人质现在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记者综合报道。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其实是气色好，肌肤保湿做得好，气色自然漂亮。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